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从天上降临，降生小小马槽里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人生多响亮，他给我们带来幸福，大家喜洋洋。那不是就是加点碗筷，没人洗，突然那边哇，那搞到后面一把鼻涕啊，因为没有人要洗啊。你不要太太不在场就这样乱讲话好不好？来，我跟你讲，那现在他不在，我跟你说两句，两句你一定要记得，恭喜发财，来，老恭喜就会发财、啊，财运，没错没错、哦、没错，我懂了我懂了，真的。第二句，第二句，哎，来再叫一下，谨记是婆媳问题啊，如果你让老婆媳，那家庭哇，很大出出大事，同意了，这时候应该来点掌声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不如让真的有两把刷子的喜安乐团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吧。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要成为你最好的朋友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神把他儿子赐给我们，做我们最好的朋友。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关系，就是神他要跟我们，跟每一个人建立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。那耶稣看每一个人都是他最好的朋友。这个礼物也是 没用嘛，可是如果你愿意接受，那你可以安守在你的心房，在这个时刻我为你祷告，祈愿上帝的怜悯祝福在你身上，让你的一生可以走在神的平安当中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个时刻主，我们要特别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我恳求你，主，也许有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劳苦有重担，我们甚至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帮助我们，可是主，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你是救世主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你知道我们内心的感受，我们的期待，我们的梦想。神，我们恳求今天早晨，求你介入，求你来造访我们，求你把许多这样的恩典福分赐给我们，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。谢谢耶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，奉耶稣的名字祷告，阿们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一声多响亮，在这个欢乐的世中，耶稣是最美的在这柔软的意识中，耶稣是最美的你。妈妈，再次拍掌，